佩如的身体无好，伊即马无适合生囡仔，生囡仔。啊，起码会使哦。我知你真去加油啦，你也不知咩是，你唔能是不是？痔疮鼻药生气气。这哦，我看是。你是安怎？心药，心肺。我早就想要甲教死啊！我著拍甲比尔邦，比我更较矮啊！你讲啥话啊？光华公理，本来就应该害我。哈哈哈！就华孔医师，我想要替你看啊！我想要替你看嘛。哦，你个。不是，我想要请你替我看嘛是。我今日来找你，不是听你的意见的哦。你反对，你先反省。反省一下。伊要甲对思思的亏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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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一届弥补你屈指的心，是就 OK 啦。哎，阿文真嘞，文真讲伊，我有代志要甲伊讲。哎，你是啊是啊，动作那只还慢呐，不管怎么怎来，我这已经跟法弟去记住啊。哇！哎呀，太紧张了啦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